当一个人真正想改变世界的时候，才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。圣女为民众付出了一切，可换来的却是无情的镣铐和绞索。世界如此混沌，它既不公平也不合理。它迫害英雄，滋养恶类，丑陋遍地，美好无存。世界的恶意就有恶神来斩断了。这是他和明天之间的距离，这是世界对他的无情反扑，但他的信念绝不会因此放弃。人一旦魂飞魄散，就无法再起死回生。世界允许逆时匹配新的容器，却不允许容器受。
收集小三的意识，想要成就唯一的他。我只能在过去创造出新的可能。So long.